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凯蒂猫的新玩具。你们看，这是凯蒂猫的手提盒，我们来打开，把它变成一个小房子。这里是一个浴缸，这里呢是一个卧室，这里呢是我们做饭的灶台，这边还有一个冰箱，这里呀，还有一面镜子。那我们的玩具成员都有谁呢？你们看，这是凯蒂猫，凯蒂猫穿着粉色的裙子。这位呢是凯蒂猫的妹妹，她穿着黄色的裙子。这位呢是凯蒂猫的朋友，她穿着蓝色的裙子。好了，那我们和凯蒂猫他们一起玩玩具吧。首先，凯蒂猫可以在这里照照镜子。哇，好美呀！然后凯蒂猫可以来冰箱这里拿点菜。拿完菜就可以过来炒菜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猜凯蒂猫的妹妹会来干些什么呢？她可以过来这里呢洗个澡。洗完澡，我们也来照照镜子吧。哇，凯蒂猫的妹妹也好漂亮呀！照完镜子，我们要上楼啦。那就在这里睡觉吧。最后，凯蒂猫的朋友要来吃饭啦。首先，我们来冰箱这里拿点饮料。然后在椅子上坐好，一瓶橙汁，一瓶柠檬汁。凯蒂猫的面包也做好了，拿过来一起吃吧。凯蒂猫也赶紧坐好，开始吃大餐了。